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哦，我是一哈，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讲一个好耍的节日。前一阵啊，我伫电视看到新闻咧报泰国泼水节，我实在真好闲，就上网找资料。原来泰国的泼水节，就是因的过年。泼水是有伊特别的意义。世界的代志，真正是台南名妈祖无奇不有。想袂到泼水，竟然是东南亚地区真侪国家上重要的节日。这个国家拢有共款的泼水活动，毋是敢若泰国才有哦。有一个泼水节的传说，古早古早，人民的生活真富裕、真平安。有一日，出现一个魔王，走出来伤害百姓，土地变甲大窟窟。无法度种草，国王的七个查某囝真烦恼，就利用机会，把魔王的头抬落来。魔王的头熊熊的火，咯咯咯咧，因就拿水来拍火。从此以后，百姓又恢复原来的生活，为着要纪念。感谢七个公主，这个泼水的风俗就流传到今。泰国人认为水有清气的意义，是万物之神。若无损失，也是烦恼，拢会当用水甲歹运冲走。第四月十一这天，泰国古都大城府会先出动真侪只枪，甲游客喷水，制造热闹的气氛。刷落来四月十三，透早起来洗身躯，到佛寺甲佛祖请出来洗浴，了后就开始连续三节，大家用清气的水。互相泼水，对四大人是用袖仔温水，轻轻啊袖跪地啊，意思意思。大部分的人都会用面汤舀水，用水缸转水，用长的，用蓝的，就是拼命泼水。大家愈泼愈欢喜，愈淡。就代表福气愈多，但哥哥就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祈求过去一年歹运会使离开，迎接新的一年，新的福气。讲到这，你敢有甲我同款，想要来去泰国泼水节？甲你讲。吃好到小宝，唔免坐飞轮机，唔免去泰国，因为新北市有真济东南亚的新住民，伫中和每一年的四月中，都有举办泼水的活动。行，咱小姐做伙来去泼水咯。今仔日我的演讲就到这，多谢。